最早有这个的还是在北港，它是跟着妈祖庙绕境的阵头。二三十年没有看过这种东西。我们北港很多顶头都流失，我们家是顶头的，我们是踩高跷。自从我爸爸死后就不曾再出阵头了。细汉迄阵，是买来去看着相片，就感觉讲，哎呀，这较早北港的这物件足水的，啊是啊，遐久啊拢无人要搁去甲呈现出来。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没有人知道有这个东西，我们做出来他就知道说，哇， 原来以前有这种东西。北港人的记忆，这个东西我小时候看过，给年轻一代的人也有新的记忆。